家好，欢迎回到神的家。芬姐，你知道吗？三天后就是我们的大日子咯。啊，大日子？哦，是我们的 baby 要出世咯。耶，我要做爸爸咯。不是不是，不要这样紧张，没那么快啦。是我们的马来西亚今年53岁生日咯。哇哦，马来西亚已经53岁生日了。 CYC 们，马来西亚致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唱生日歌给我们所爱的马来西亚听吧。准备，一二三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耶，感谢神在这53年来给予马来西亚的带领。亨靖，你懂吗？每当我看到这帮愿意紧紧跟随神的 CYC 年轻人，我都好感动。我相信呢，他们真的是神拣选带动马来西亚复兴大能的勇士。阿们 CYC， 你渴望被神使用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专注一下重要的事项。首先，这礼拜天12点到10点之间，我们 CYC 各小组会召开会议，组长们请向你们各自的导师询问时间、地点和详情。对，别忘了过后4点30分，同样的在 L5 我们会继续有遇见神祷告会哦。参与这次敬礼的弟兄姐妹们，这里有一项重要的报告，请留意。这星期天下午2点钟，在 L3 1号房，我们会有敬礼课程、面试以及医治释放。参与这次敬礼的弟兄姐妹们务必要出席哦，因为你的出席将会被记录。这次的敬礼欢庆会 ，CYC 两堂聚会将联合一堂，同时在9月4号，下个星期六下午6点30分进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赶快的邀请你身边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一同来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吧。对，让与耶稣同死、同埋、同复活的经历也一样临到你所爱的人身上，让他们经历神奇妙的救恩。阿们。哎，小便，你在算什么？哦，我在算呢，我们还有剩下2个星期的时间呢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40天的禁食祷告哦。哦，这么快啊，一点都不差劲哦。希望是你们真的是疯了，既然不吃，甚至拿出30分钟为马来西亚的复兴和为信者来代祷。哇，我们真的是以你们为荣。耶、yeah, 你说 CYC， 你说值得吗？好，我相信当我们继续花出30分钟的时间，每一天呢一篇诗篇用导读法来为着马来西亚来祷告，当神的荣耀充满全马来西亚的那一刻呢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阿们阿们。 CYC， 若你渴望马来西亚充满着神的荣耀，你一定要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荣耀神。是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不管是在你的学业、事业、经济、感情上或其他的事情上面，是否和耶稣有过特别的经历呢？ CYC 们，请把你的经历写下来，交给你各自的组长。我们渴望知道更多关于你和耶稣之间的故事哦，让神透过你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吧。Yo， 我是燕星，我是盛和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有好消息要给你，有好消息要给你。最近我们的 CYC 舞蹈团正在寻找新一批有潜能的舞蹈员，加入我们的施工，和我们一起来服侍神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是公开给每一位 CYC 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是热爱舞蹈、爱神、委身教会和小组，有好的态度并热爱服侍，也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舞蹈基础，那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我们会在9月1个星期6举办一个 audition， 时间会是1点至3点，地点在 Basement Tree， 就是我们的舞蹈室。非常欢迎有兴趣的人来面试，有任何的详情你能够直接来问我们，或者问你们的组长。那我们到时见。哇，好啦，在跟大家说再见之前呢，要再次的提醒大家，在我们每一场聚会呢，当牧师在讲道的时间，我们是不允许任何人走动的。谢谢大家的合作，弟兄姐妹们，愿神祝福你们，国庆日快乐。 Merdeka Merdeka Merdeka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